嘿，大家早，我是宝哥。我感觉我超热血的，下雨天还在拍。中安宫前的大榕树，很多庙宇都会保留庙附近的百年大树。来到庙里面哦，主祀神明是中坛元帅。觉得这香炉应该很有年纪了。还有这个青铜也是。旁侍神明还有慈府二王爷、五府三王爷、保生大帝。红布包起来的应该是神明的法器。虽然没有华丽的建筑，但是有早期古朴无法取代的庙宇回忆。我想这就是很多人小时候庙宇记忆中的样子。所以说真的，我很喜欢旧式的庙宇，会让人想起台湾早期非常珍贵。拜拜完，下午跑来喝咖啡喽。点了一杯拿铁跟一杯奶茶。咖啡厅里面有猫哦，每只都肥滋滋的，也有卖猫罐头。先这样咯，大家下段影片见。